找个菜盘子。英子，过来。看来这块料你没雕好啊。就这么让他跑了。这一单我不做了。那哥哥我可就吃独食了。我是兰兰。兰兰，你看中的那块墓地打九折24000，不能再低了。如果后天再不交定金，我们只能给别的客户了。能再容我几天行吗？不可能了。亲戚要来收房子了，女儿会给你找一个清静的地方，给您看病借的钱女儿会慢慢还的，可是为了这块墓地女儿在干，再干最后一次，请您原谅不孝的女儿。女儿来世下地狱，女儿认了。姐，你看，兰兰，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回来，我
躲了初一，你躲了老十五啊？啊？二姑，我真的没听见您叫我。你别装了。我们今天来就是堵你的，这么钱你到底还不还？还不还？还不还？三姑，我真的没钱，我将来挣上了一定会还的。将来？一年、两年还是十年啊？兰兰，那些借条可是你亲手打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哥工伤补的那34万，可是我们这些亲戚给你们争取回来的。我知道。就我哥借钱治病，我们认。可你妈不能拿着钱丢下我哥就跑了，我们只能追着你要。说，把你妈藏哪儿了？二姑，我也在找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妈去哪儿了。你蒙谁呀？你们都串通好的。我告诉你，房子今天必须搬出去，必须搬出去，搬出去。钥匙呢？你妈嫁给我哥，还不就为生下你这野种吗？你就是个野种！哎呀，你还打人？还反了你！你还敢打你姑？走走，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快派出所去！走，打死我！走上派出所去！那你骗你妈找人不可！干什么？兰兰，兰兰，千万别啊！我把我爸安顿好了，房子随你们处理。小姐，请问要喝点什么呢？一杯咖啡。嗯，好的，稍等一下。你好，小姐，您要的咖啡，请慢用。你找我们派出所，不就是想抓到偷你钱的贼吗？可是你总得跟我们说说情况吧。像你这样一句话都不说，你敢肯定你在候车的时候，手里一直抓着编织袋吗？
起来吧，那是我孩子的命啊！稳定下情绪，给我找回来！哎，起来！我说，给我找！起来，坐下说啊，慢慢说，好不好？稳定下情绪，慢慢说，好吧？有事说事。英子，候车室那单是你挑的吧？老板问你收成怎么样？夹了一个，里面没有油水。那女的我看见了，她都快疯了，没油水。你不想剁手吧？抓着口袋，我没敢松开。我真的不知道我妈去哪儿了。
还。你是说，你把病历、借条，还有借来的32000块钱，全都放进了编织袋里？为了给孩子治病，我接遍了所有的亲戚，这是孩子的救命钱呐。我就怕丢了。去烧水。芳儿，妈不饿，妈知道你饿坏了。说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回来呢。我有事要跟你说。喂，你好，您是给周芳芳治病的田丽大夫吗？啊，是我。你是？我是芳芳的表姐，我在外地，
我想了解一下芳芳的病情。哦，那稍等一下啊。哎，小李，你把那个股骨坏死那病历给我，七床的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哦，是这样啊，我们进一步检查发现呢，芳芳坏死的股骨啊，因更换的太迟，已致使她的腿部神经啊发生病变了，所以必须要马上手术了。这么严重吗？情况是很严重的，手术不能再拖了，不然呢，芳芳那双腿啊，不但保不住，还可能会危及到孩子的生命。谢谢田大夫，我们会尽快筹到钱的。对，你们是要赶紧抓紧时间，筹好了钱呢，就赶紧让孩子来住院，好吧？我们筹到了，32000块钱，够吗？我们医院呢也是做到了尽可能的努力了，是能减免的呢都给你们减免了，但是芳芳的这个住院费啊，至少还需要45000块钱吧。谢谢大夫，我知道，我们会尽快想办法的。林桥，所有资料全在上面了。把进出口给我打开。进出口，对，这儿。哦，对，这里。这么多人，大包小包的，这上哪去找？派出所有没回话嘞？你也是，这么多钱怎么能放到一个单子里面呢？人家那个有货带给你的，你自己拿着走，全部给拖到的，还要把帮忙着急。要不是有房儿在，我真想死。别胡想了。就是啊，千万不能胡思乱想，可不能这样想。我们正在想办法，你怎么能去死呢？手脚房子虽说不大，住你娘俩还是可以的。大把走的早，芳芳得了这种病，你要是胡思乱想，芳芳可怎么办呢？唉，你怎么这么让人不省心呢？只要芳芳活着，我就不能去死。我这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这不正在想吗？我的意思说，要不给房子给卖了。只要有钱给孩子治病，我卖什么都可以。老艾不是在针灸吗？我就打电话问问。在哪儿呢？我在外地，我不想干了。是吗？你躲得了初一，还躲得了十五吗？有烟吗？没，我没带。我包里有。你认识坤姐吧？帮我拿盒烟行吗？拿呀，我信任你。没找到吧？你的活还得练呢。帮我拉上拉链好吗？
妈借上钱了吗？妈妈要是借上了，妈妈现在一定是去医院了。我的腿好痛，可我不能在妈妈面前哭，我能忍住。大夫说，我只要能饶恕，我的腿就会保住。豆豆，你信吗？我是你妈妈的朋友，你能把门打开让姐姐进去吗？我妈不让我给不认识的人开门，你到窗户前行吗？我想看看你。周芳芳吧，妈妈叫我芳芳，只有外人才加上周，大号才用这个周呢。那我就叫你芳芳好吗？你认识我妈吗？是你妈妈的朋友叫我来的。我妈不在，去二叔家了。妈妈一会儿回来吗？借钱很难的，妈妈出门借了好几天都没有借回来。妈妈借钱是给芳芳看病，对吗？你是田医生的朋友吗？你怎么知道我腿有病？我是田医生的朋友，我想帮你。真的？那你会给我妈借钱吗？有了钱，我就能手术了。我知道。你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不知道，我妈回来，我和豆豆就能吃饭了。豆豆是谁？豆豆是这只小猫咪，它天天陪我玩，和我说话。豆豆两天都没吃东西了，姐姐，你能给豆豆弄点吃的行吗？一屉包子就够了，豆豆吃不了，剩下的我吃。好的。你等着，姐姐现在就去。谢谢。豆豆，这个朋友是个姐姐，一会儿我们就有吃的了。冰子。这还不到十五呢，我们就碰到了。你想怎么样？车站那单，我可以保你，可我得抽份子。我在电话里说了，被跑空了。是吗？不验怎么知道呀？
喝口水，鸡饭剩子咋办呢？芳芳咋办呢？三姑，我不想喝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我得回家充电去。我自己在家还没吃饭呢。哦，那你先走吧，他们都接紧，有心的话我就打电话给你。吃吧。我和妈妈吃一个行吗？那个你吃吧。姐姐已经吃过了，这个也是姐姐给芳芳的。姐姐知道芳芳饿了。那这个给妈妈吃行吗？姐姐听芳芳的，这个留给妈妈。芳芳，妈妈一会儿能回来吗？我也怕妈妈早点回来。腿疼了是吗？我已经习惯了，妈妈说钱一够了我就能手术了，盼到这一天我的病就会好了。姐姐，我动手术你会到医院来看我吗？姐姐会的。等我病好了，第一个就要学跳舞，给大爷大妈姑姑姑父和太奶他们跳，也给你跳。因为当我最饿的时候，你会给我和豆豆送来吃的。我边跳舞我边唱歌，我会唱很多歌的。小白菜呀，地里黄呀，三两岁呀，没了爸呀，跟着妈妈好好过呀，等着爸爸早回家呀。芳芳，这是谁教你的？是妈妈。那爸爸呢？妈妈说爸爸打工到很远的地方，妈妈说爸爸不想放我再不回来了，我看书了，爸爸一定是死了，死了就不再回来。姐姐会给你钱的。芳芳长大会还姐姐的。姐相信你。芳芳，妈妈有手机吗？有一个小灵通的电话。你能把号码给我吗？我想和你妈妈通个电话。6-2-4-1-4-6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放开！放我的钱呢！放开！放我的钱呢！放开！警察！放开！
爸爸，姐姐还有事儿，等不了了。一会儿妈妈回来，把这个包交给妈妈。如果有陌生人要进来和你说话，你千万不能把窗户打开。芳芳，如果有生人要进来，你就拨110，这是警察叔叔的电话，明白吗？所里的人啊，给你捐的3000多块钱，你先拿着用。街道这头了，我再跑跑，能给你捐一点是一点。哎，我也就这么大能力了。谢谢你。哎，谢什么？谁还没有个光卡呀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这房子的租户。你好像不是房主吧？对不起，我认错门了。兰兰，你今后不要给二姑打电话了，房子我们已经租出去了，我哥的骨灰用不着你担心，这钱你要是不还完，你就别想再进这座房子，听见了吗？手术了，芳，这个包是哪来的？是个认识你的姐姐送来的，我能冒出来是钱，她还说不让你还了。那她呢？她还给我和豆豆买了吃的，还说等你回来。还拨了手机，你的电话不通，姐姐才把这个包寄我腰上走了。她给你买了吃的。她走的时候说什么了没有啊？小姐姐说等不了了，说这个包只能交给妈妈。嗯，那还有吗？小姐姐还说了，如果有生人要进来和我说话，让我千万不能把窗户打开，还让我拨手机报告警察。这也是小姐姐给我的。我这不是在做梦吗？芳芳，你能说说那个小姐姐长得什么样吗？
金大夫，这是2万块钱。哎呀，是2万块钱，恐怕是不太够。是是是，我知道。田大夫，我会想办法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的。好，你呀，抓紧时间回去筹钱。我争取是，看一下啊，下周一，下周一我给安排手术，好吧？有你婶子照顾着呢，饿不着啊！乖，别哭了。妈现在哪还有精力照顾他呀？别哭了啊！秦大姐吗？对，是我。你是哪位？我是拿你钱的那个小偷。对不起，姑娘。不管你曾经对我做了什么，但是你现在知道，良心发现把钱还给大姐，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大姐感谢你，大姐，是我对不起你和孩子。我现在手里有4000块钱，如果你相信我，你马上把银行卡号发给我，我现在就汇给你。那8000块钱，我会尽快汇给你。姑娘，你能让我见见你吗？你放心，大姐绝对不会告诉警察的，你相信我啊。我只想说，请你原谅我。我已经原谅你了，我就是，我是想知道为什么。又跟你汇进了4000块钱，你把他打进的座机号码告诉我。不是用进口的吗？他们这点钱采来只能用这个级别的。那院长，那个术后的恢复药品能用 TQB 吗？他们有钱吗？一支就是800，一个疗程要10支，就8000，三个疗程下来就是20000多。他们现在这点钱连手术费都不够。院长，我想。田大夫，医院能给孩子做手术已经不易了。高兴啊？怎么哭成这个样子？快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！我的痘痘一个没人管，我想痘痘，我就想我的痘痘。痘痘？痘痘是不是一只小狗狗呀？原来是一只小猫咪呀！放心吧，你们家人会。
会照顾好他的，不要哭了啊。可他们都来了，我问了，他们都没去我家，都等两天都没吃东西了。豆豆那么聪明，他饿了会自己出去找吃的，你放心。现在呀，你最重要的是保持心情，准备做手术，知道了吗？不要哭了啊。可我没有。提取款，今天一天的路线资料，只要在这个柜机上提存款的人，应该都在这画里面。哎，大姐，我是乡下的，这个地方怎么走啊？哦，去海淀批发市场是吧？对对对，和朋友开了个摊子，想去进点货。哦，我也是去那边进货，一会儿你跟我一起下车吧。真的？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你踩我脚干嘛呀？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哪儿踩的？我钱包不见了，钱包不见了，司机快停车，司机停车了。刚才是你拿我包的吧？我什么时候拿你包了？就是你拿我包了。我钱呢？你刚无缘无故踩我一脚，是你拿我包了，肯定是你。你帮我抓他，我的钱一定在他身上，帮我抓他呀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，放开我，真的不是我。这是什么？我的钱呢？我进货的8000块钱呢？钱肯定在他身上。谁还我钱了？小偷，打他！你还我了？你还我钱？小偷，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
他什么时候走的？就和你前后脚啊。警察叔叔，我妈妈不见了，你帮我找一下我妈妈好不好？小姑娘，你别着急，怎么回事？把话说清楚，警察叔叔才能帮你啊。我妈跑了，不管我爸了，这是我妈留给我的条子。是无底洞，他会拖死我们娘俩的。妈妈不能再把钱扔进去了，妈妈会回来的。你认识他？如果说你不认识他，你说我相信吗？我干这一行年头不短了，大大小小的案子也遇见过不少，车上那点事儿我了解，哪行都有规矩，可是你没有他够意思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他想报复我。想抽烟了吧？可是这里不许吸烟，我不能坏了规矩啊。自由多好，和我说点实话，我会帮你，相信我。是他不守规矩，我才动手的。在南街胡同，对吧？是。你欠了他多少？一万多块。是一万两千。那钱不是他的，是他偷的。钱呢？我交给老板了，这是规矩。你带过他，对吧？按圈里规矩，他算是我的弟子。他当时一定告诉你，他很需要钱，对吗？是。刘坤，你没有说假话，我谢谢你。其实，他什么都没对我说。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我的分析，把老板和那个女孩子的手机号告诉我。她的手机号我有，老板的号码不是本地号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和老板从没见过面？不过，英子可能知道老板的地方。为什么？老板有个哑巴儿子，他喜欢英子。英子，我早就知道，就是他。就冲你跟我说的这些话，一会儿我让你抽支烟。这个女孩你认识吗？她经常在这里过夜，对吧？
好像欠了别人很多钱，有人追债。他亲口对你说的？是的。哎，老徐，他的真实地址已查清，房子刚刚租出去了。哦，知道了。喂，哪位？田大夫您好，我是芳芳的表姐。芳芳的手术时间定了吗？芳芳的手术不能再拖了，明天上午必须要手术。哦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手术材料是用进口的吗？不能，只能用国产的了。我也特别希望他们用进口的，但他们确实是没钱了。我就是想问一下手术时间，谢谢田大夫。国产的已经没有了，那我手术怎么办呀？我已经联系了，他们说最快也要5天才能到货。5天？这芳芳的手术不能再拖了，这会危及到她的生命啊！用进口的，我去找院长。钱呢？这要再加2万，没钱材料根本出不了库，你找院长也没办法。芳芳，你怎么哭了？不是要做手术的吗？不行了，我的腿都在不行，妈妈不在我才敢哭的。为什么又不行了？我妈妈的钱不够了，姐姐，你能帮我去医院说去，让他们给我做吧，也不想死了，我不想。姐姐会帮你的。姐姐，你真好，让我手术好了，一定给姐姐跳个舞。我就知道你会来的，偷钱偷到我房间里了，你真有胆。老板，我需要钱，我真的需要钱。你爸死了，你妈跑了，你需要钱干什么？我有一个表妹，她病得很厉害，如果不及时动手术的话，他就快死了。老板，你放开我的手行吗？我给你看看他的照片，他和我爸爸得的是一种病。我爸爸就是因为没钱治病才出院的，才死的。
可是我妹妹才五岁，我不能让她死，我不能。哼哼，多动听的故事，接着编呀。我没编。没编。啊！我是顺了一笔钱，想拿这笔钱救我妹妹。是被坤子给抢走了。这次来找你，就是想把那一万块钱拿回去。老板，你不是也有一个残疾的儿子吗？你不是最爱他的吗？如果他生病了，快死了，你会不管吗？你会吗？不要提我儿子，你不要提我儿子。我要提，因为你也有舔犊之情。你会救他的，对吗？我妹妹的病历就在我的口袋里。如果你不相信我，我可以给你看看她的照片。我的手机里就有他和豆豆的照片。那只猫就是豆豆，是我妹妹养的一只小猫。我妹妹住院了，小猫没人管，快饿死了。我妹妹天天哭，求我喂喂她。你不是也喜欢小动物的吗？你不是也给你儿子养过一条小狗吗？我知道我没资格说这些话，可是我妹妹还小，她应该活着。我不想让她死，我不想，因为她不该死。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说的话，如果你不肯帮我，我出门就自首，我只能进监狱。我不能让我的良心一辈子被这事给咬着。解开。在编吗？拿钱救你妹妹吧。
站住！坤子不该把你拉走。女士，请问您需要喝点什么？一杯咖啡。好的，请您稍等。你好，您的咖啡，请慢用。就差这一天，谢谢光。我们家芳芳这辈子她就这么苦，这辈子这么苦，还差多少钱？1万块钱，你马上交到医院，剩下的钱我会想办法尽快打给你，明天一定要让芳芳手术。喂，叶警官，你抓得好吗？小心，交钱去吧。
那钱啊送的太及时了，所以芳芳做手术啊是用的最好的材料，这手术很成功。表妹，嗯，我没有表妹啊。啊，你没有表妹？啊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是芳芳的表姐吗？我是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您真是芳芳的表姐吗？我是。芳芳的妈妈好像是不太愿意提起你。但是我作为医生呢，我想跟你说一声谢谢，谢谢你救了芳芳。具体你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但是呢，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你。芳芳的术后恢复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是特别特别希望她用那个最好的药，但是这个药很贵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你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，你能不能再帮一次芳芳？当然，芳芳妈妈的经济条件呢，你也是知道的，你看行吗？还需要多少钱？老徐，我是又发生一株宝刀剑，这回总得可是悬赏60000呢。知道了。石千案的案发现场，据说作案人员有4人以上，警员正在现场寻找线索。现在我们来采访一下王队长，王队长，你能说说现场的一些情况吗？现在有没有什么线索吗？现场情况来看呢，作案的人显然是个很有反侦查精神的惯偷。据我所知，这几年本市华神的数起重大盗窃案一直都在侦破当中，
这起案件跟那起案件有没有关联呢？现在呢还不好说，我们正在全力侦破中。各位观众，南区聚宝店失窃案，我们会进行持续的跟进报道。我们得找个菜盘子。你能把你的真实姓名告诉我们吗？我们会为你严格保守秘密。如果我能提供南区珠宝店盗窃案犯罪嫌疑人的居住地址，我能拿到那笔钱吗？如果你提供的线索有重大价值，这笔钱会奖给你。别动，我犯法了吗？没错，起码是伤害。小心，你哪来的那么大膀子？你需要钱？你一点都没我逗的好。爸爸，快看，爸爸来了！哈哈。别哭了啊，芳芳，妈妈不是把豆豆抱来吗？豆豆，想姐姐没有啊？
大姐，我给你汇了600，请查收。靠吧。饿了吧？听说你很会唱歌，能给我唱一曲吗？我很久都不唱了。那就唱吧。You're sure.